当欢乐的圣诞音乐响起，也让人们不自觉地期待一年一度圣诞节的到来。为了迎接这个特别的日子，也让大马民众能够感受到浓浓的圣诞气氛， Moonspace 在今年特别花心思，将位于五级加里尔的 Moonspace 大马满星大道布置上七彩缤纷的圣诞装饰。圣诞节又怎少得了圣诞树呢？今年 Moonspace 特别打造了一棵高达40尺的超级圣诞树，并且在日前进行亮灯仪式。亮灯仪式即将开始，我们也在此呢祝福我们所有的云家人，我们 Moonspace 的伙伴，还有我们的艺人朋友，还有我们的媒体朋友，都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圣诞节。三、二、一。宏伟壮观的圣诞树亮起了数以千计的小灯泡，非常漂亮。天空同时还降下了白雪，让人仿佛置身于国外。原来这是 Moonspace 特别从外国引进的仿真度非常高的下雪机，以打造全马最大型的下雪活动，让民众就算不必到国外，也能够感受到白色飘雪的浪漫圣诞。在亮灯仪式当天，街头上还能看到圣诞老公公以及可爱的圣诞小姐为大家派礼物。亮灯仪式后，不少民众也趁着机会到特别打造的圣诞老公公之家拍摄温馨的圣诞全家福。除了超级圣诞树以及全马最大型的下雪活动，若您在今年有什么特别的愿望想要实现，那就千万别错过 Moonspace 为实现大家愿望而设的许愿卡活动了。那个许愿卡是你在我们的大马满星大道哪一间 F&B outlet 的时候，我们会给一张卡，然后你写你的名字 IC， 然后你的愿望是什么，然后那一天24号你要在这里，因为我们的大老板会选那个卡在我们的圣诞树那边，然后你们 wish 什么，到时候他就会给到什么。每逢星期五到星期天，还会有神秘嘉宾为大家呈现圣诞舞蹈和精彩的歌舞表演。这个圣诞节前夕，想好要去哪了吗？不妨在12月24号傍晚，一起到 Moonspace 大马满星大道，和艺人朋友一起度过难忘的圣诞倒数之夜吧。